我就不信了，我会被这水迷宫难住。表姐，放弃吧，你多不会钻石呢，这才凤毛麟角。惨了，又回来了。凤毛麟角，我信你个鬼！水迷宫一次不行就来两次，这次走左边，凭着感觉走。妈呀，原来路就在左边啊！这是什么？好多好多的木箱，这怎么有个缺口？箱子里面藏着东西，我先转一圈看看。没有找到可以出去的地方，翻箱子就不需要了。在箱子后面，难不成是藏了什么？我看一看，摸一摸，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呀。奇怪了，小白妹，你给我出来，到底在哪里呀？哎，表姐，你还在箱子世界呢？这个嘛，你就靠着你猪脑袋想想吧。没想到一世英名竟会在这里栽了跟头，只能够破坏了。果然门就在缺口处，机械臂，怎样才能够启动机械臂呢？这哪有什么机关啊？一定是表妹忘了。地狱世界现在有武器还有爆竹，先拿着先。地狱门，怎么会有地狱门啊？难道钻石是藏在地狱里了？会不会是诱饵？让我从头来，我情愿穿过这岩浆也不见地狱。试着像一卖包，烫烫烫，还有孤曲，这地狱真香啊！看来是真的藏在地狱里了。恐怖吗？一点都不恐怖啊。不过这是什么啊？炸弹，好多炸弹哦。我先爬上去瞅瞅，看样子这不是寻钻石的路，是黄泉路吧？只能够踩着炸弹前行了。还来啊，真的是一刻都不让人停歇。嗯，这不是我的钻石吗？我钻石啊，我找到我的钻石了。奇怪，小表妹呢？在箱子里吗？没有，看样子是被逃了。作弊表姐，作弊表姐，作弊表姐。我没有没有啦，我不和你计较，还好准备了钻头。我的钻石终于回到我的口袋了。等等，我不能够就这么算了呀。这表妹看到这个卖包了吗？我丢，哎，没进去啊，再来一次。哼，中了，让我逮住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妈呀，怎么连炸弹也来帮表妹啊？我的钻石啊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。还好还好，一切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失而再得，这人生大起大落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